的可以，不用再帮我设计剧情，分享那些无聊的伏笔。听说人设太满太刻意，会不堪一击。你真是一个戏精，出场就自带剧情。有些羡慕你这过人的演技，你就是一个戏精，没获奖我都替你可惜。你看你浑身都是戏，没人比你思绪更清晰，放自如的那个样子，长得好心。